我真的回来了。上一次在小巨蛋，是不是7年前啊？被一个场地禁足7年，好像也是蛮苦的啊，有没有？但我想问一下，就是7年前有在这边跟着嗨的，就你们嗨的啊，还敢给我举手嘞？我觉得我今天真的等这一刻很久了，但是我刚刚啊，就刚在台上，我真的压抑很久，就是觉得真的吗？真的在小巨蛋吗？真的要开始了吗？因为那个前置作业很长，所以呢，在今天那个升上台的时候，其实超不真实的。其实这次的演唱会，我就是想要给大家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感受，包括跟团队啊，就开会啊什么的。我其实只是跟他们说，我的要求就是所有的东西，我看过的，我以前看过的，我都不要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